与市售的推车雨罩相比，本系列的最大卖点是采专利认可的反光布边制成，为昏暗天色下的出行更添一份安全保障。除此之外，透明的软布面料符合 SGS 检验和欧盟安全规范认证，让人能够安心选购。另外，可先试面盖一来方便家长随时掌握车内状况，二来也可以让孩子感受车外的迷人风景，称得上是一举两得的巧妙设计。而且厂商还提供 XL 与 XXL 两个尺码，足以符合市售的绝大部分手推车类型。台湾在地品牌铺库持续不断为大家带来眼前一亮的母婴商品。以这款推车雨罩为例，其经过精心计算的尺寸符合 AB 型推车，适用范围十分广泛。其次，前摆独特的内折式设计能在防止泥巴飞溅上大显身手，而厚度适中的材质不仅保证了舒适的透气感，同时也能够应付大风大雨、沙尘雾霾的恶劣天气，更别说其还备有置物袋，方便存放毛巾、手帕等小件物品，这时是值得考虑的一款。Aprica 的婴幼儿手推车安全座椅系列是不少家长心目中的梦幻一品，而本品亦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匠心品质。顶棚的星星图案不但令人大呼可爱，原来还暗藏遇水变色的神奇功能，将各位在下雨天的阴霾心情一扫而光。而雨罩全开式设计可以透过轻轻拉开，实现迅速上下车的功能，再加上侧边的拉链，能够在面对面与面对背的模式里随意切换，想必为亲子互动带来更多乐趣。有了它，相信各位的每一次出游都能更加轻松写意。堪比的母婴产品凭借着杰出的设计与品质，常年位居网络上的育儿好物排行榜上。就如本次推荐的这款热销雨罩，针对耳型手推车打造，结合加长的背部，就算是孩子平躺在车内也不会被雨水淋湿，可谓相当周到。其他诸如安全无毒的 EVA 材质、遮阳更有效的黑色防水尼龙和透气孔洞等细节，无一不展现出知名大厂的过人实力，称其为必备良品一点也不为过。推荐手边拥有试用车型的读者将之列入口袋名单。本品除了传统的灰色外，亦有亮丽的红色和低调的藏青色任君选择。时尚美型的外观之下，是结合了高透明 EVA 与 3D 纳米涂层的特殊布料，抵挡日晒雨淋自然不在话下，在冬季使用还能有效抵御寒风入侵。另外，其将松紧带与固定钩搭配使用，得以全方位为孩子提供细致呵护。只有正前方为透明的设计，也许更适合不喜欢被人打扰的孩子呢。再加上像是宽大的出入口、蜂窝透气孔和双拉链等一应俱全，充分满足大人小孩外出的多种需求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